眼下的局势很紧张，虽说没有同洋人正式交战，但街面上已经是大动干戈。请王爷回去转告老附近，还是多加提防为妙。多谢宝叔爷费心，请回吧。恕不远送，请王爷多加小心。告辞。跟爷告辞。王爷。 刚才宝叔爷说的对，洋人专跟满人过不去，尤其对王府的人更是恨之入骨。王爷还是不要坐轿回去了，免得树大招风。行行行，我正想上街去看看，溜达溜达。牛翔，小的在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先跟着轿子回去，告诉老福晋放心。小的明白。嗯，小折子，小的把便服给王爷拿来。啊，哎，王爷。 这又何必呢？哎呀，奴才是怕王爷这身衣服太扎眼了，还是换上吧。哼，照这样下去，给侯连家门都不敢出了。你们先回去，这起驾。100000，100000，100000，吴大庆，100000，100000。哎，他这是上哪儿去啊？哎呦，真。 来，我说，吃住着没有啊？香！听说你是吃货，光知道香。哎，这您呐，还应该吃说了没有啊？啊！我跟你说啊，油炸鬼，油炸鬼，吃了油炸鬼，为国出洋鬼，就该把住在大使馆的洋鬼呀，都扔在油锅里，给它炸了。哎，诸位，哎，列位神端师傅，你们说归说，吃归吃，笑归笑，你们要想吃油炸鬼子，就帮我把这油锅呀搬到大使馆门口去。啊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这。 劳驾了您了，咱俩脆上了。得嘞，这油锅里俩就是您的。哎，不好了！不好了！哎呦！哎天哪，不好了！洋鬼子放枪，一下放倒了一大片呢，还不快去破他娘的门去！ 刀枪不入嘛？嗨，什么刀枪不入啊？那是说书唱戏，没那么回事儿。您吃啊，吃吧。哎，走了啊。哎，王爷，油条买来了，听说德国大使馆那边打起来了，死了不少人呢。哎呦，王爷，此地不能久留，您还是快回去吧。 Thank you.
喝了茶，饿也不愁，睡觉昏昏乎乎的，哎，什么愁事都没有了。哎，那也得注意身子啊，别拿我这儿当上门槛，想不用绳子活吊死啊！不会的。 得了，装满啊！爷们儿，不行，咱们就再来两杯。行了，行了，这就行了。喝完了，您走人。啊，这次我先喝。这合适吗？ 该是您的呀，家里还有嘴，等你棒子面呢，别净自个儿痛快啊！来，喝，来，接着喝，四爷，快点，快点。
请啊，四爷。哎呦，胡姑娘，我这儿可不招孙子。嘿，四爷，您看，您把我说成什么人了？您知道，我这人呐是不惹情不怕横，专找不要命的。是啊，带着孩子八九缸，这就够不要命的了啊。哎，四爷呀、啊，请您把后面剩下的拿出来点，孩子们饿的连点人样都没有了。嗯。哎，不行啊，你去。够了吧？哎，胡姑娘，有道是，救急呀、啊，那可不就穷，啊？要照你这么干，我那抱着脑袋给人家剃头的兄弟，不得累死啊？啊？哟，四爷，您还心疼上我那口子了？实话跟您说吧，他呢剃脑袋挣钱，我呢剃刺儿头白得，我们俩呀一个被窝里睡觉，两个兜里掏钱。得，胡姑娘，就说这儿啊，伙计。哎，来了，把这些孩子全带到后边去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跟我来啊！哎，来这边来。四爷，您忙着。好，谢了啊。开始啊！哎呦，五姑娘，这连个座儿都没有，您这地方您也来啊？您要是觉着趴着不得劲儿喝，我这儿倒有个啊。能坐个地儿，是吗？就怕您抹不开这面子。哎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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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姑娘，饶命！拿走来！哎，饶命啊！今儿我非让你喝个够！胡姑娘，这要出人命的，您会把他灌死的，给您做啊，不行吗？您呐，把椅子拿走，坐死他，正好臭快点。我说别介，胡姑娘，您冲着我的面还不行吗？那不行。他要想起来呀，就得乖乖的叫我三声娘。哎，对，叫啊，就是那个半男不女的臭婆娘是吗？啊，听说你还有两下子。嗯，行啊，有你的。知道我是谁吗？董字军中人称最恩子的，你恩大爷就是我。拿来。行，来，大人少喝点儿，大人，是他打了我家的那人，他就是凶犯。大人，去你的！谁是大人？大人是他打了我家那人的。他打你那人啊？跟我是外人有什么关系？
啊，不是大人，您耽误了我喝酒，我内外一块儿收拾。哎，你这，哎，来，咱们再干上五碗。好，喝酒，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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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酒，喝呀！干！啊，一碗。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！好，厉害，厉害！干，干！两两碗，来，来点，再来！走啊！来了，哎呦，三碗！哎呀，四碗！你糊弄你恩大爷啊！欠你欠我！哎，借官，借官！咱们再来，你欠我五碗，你得喝。哎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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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还欠我三个，还欠我仨。我说金爷呀，来来来，快起来吧。看这架势啊，你是董子军里的，对不对啊？没错，对。来，来，你还欠我三个。行了，今儿啊，我就欠着您的吧。欠着，不成。实话跟您说吧，我的祖辈上可是在公府里给左宗棠、左大人看家护院的。我可是听说，你们董子军在收复新疆的时候打洋人可是数不着的。没错，打碗，我给董富强董将军牵马。哼，那现在咱的刀子可得往外杀，别给那些势力小人当指引。什么意思？哼，洋人在东交民巷正在杀中国人呢。你说是收拾狗日的是吗？军爷，嗯，如果你真是董子军的，那就该让洋人知道知道，咱中国人不是让人救过来救宰的小鸡子。嗯，嗯，走，走，便宜着呢，不要。四爷，哎，买去，够不够？就是他了，谢了。这块儿的，这块儿的。张开嘴，慢慢喝。胡姑娘，胡姑娘啊！我刚才在秦四爷酒馆，你看见没有？有个人长得那样，跟你那口子别提有多像了，简直像一个人一样。去去，又跟我这儿耍贫嘴，你又想挨揍了是不是？哎，骗你是孙子，不信咱们去那儿搂一眼，那人穿的那叫阔，哎，后面还跟着两个随从。我寻思，八成是你那口子装扮的，真的，真的，走，咱看看，咱去看看去。秦四爷，哎，秦四爷，秦四爷，赏脸，您再赏脸。秦四爷，哪呢？在哪儿呢？刚才在这喝酒的那几个人呢？走了。
这几位也真怪，连个招呼都没打，放下钱蔫不住了天了，有事吗？哎，四爷，刚才听二狗子说这儿有个人长得特像我们家那口子。哎呦，我的姑奶奶，刚才我净看您在这折腾了，我这眼里没别人，反正这三位有来头，不像是泡咱们这大酒缸的主。怎么样，三人没错吧？就是那个主子模样啊，长得特像你们家凤喜酒。哎，完了一个，慢走您的，我就不送您了，回头见。喜酒，我接着了啊。哎，回头见。好嘞，来下一个。借光借光了您的。哎，好，来来来，您说这菜。喜酒，哎，快快，你瞧瞧，有人跟你长得一个模样。老哥，别瞎掰了，天下长得差不多的人呐，嗨了去了。哎呦，什么叫差不多呀？跟你长得一模一样，你看看，真神了。哎，走，看看去。哎，谢谢小光棍啊！哎呦，光棍！哎，在哪儿啊？老胡，你没拿我开涮吧？我拿你开什么涮呀？你看，那是不是？嗯。哎，去啊！哎，行，别，这我呸了！大爷，大爷，哎，你们在看什么呢？哎，人呢？刚才在这儿，这会儿走了。你瞧这事儿闹的！我跟你说啊。老胡说呀，刚才有人从这路过，说长得特别像我。真的啊？可不是嘛，穿的还挺阔气。哎，还有俩随从。嘿，这事儿啊可真巧啊，刚才啊二狗子说也看见这么个人。哎，当家的，你说这人是谁呀？嘿，这是邪门了啊。张文志，王爷，奴才在。叫下面人把府门关上，这兵荒马乱的。哎，这王爷，哎，你们两个进来，把府门关上。是。公使大人。看起来只有我们德国公使馆门外保持着应有的尊严。公使馆就是德意志帝国的国土，绝不允许任何人随意践踏。这样看起来，进京保护列国使馆的联军统帅也应该换成我们日耳曼的军人了。魏晋将英国人西摩尔在廊坊的惨败电告我们的皇帝陛下，我想他会派出我们的统帅的。西摩尔的确无能，前后有两次大的失误。是吗？请说说看。他首先是助长了义和团的气焰，接着把我们保护使馆和教民的正义之举变成了被人谴责的行为。不，冯考特少校，依我看，这是好事，是一件非常非常的大好事。在我们德意志精神面前，别人的失误正是我们的机会。公使大人，陛下的电旨到了。好，太好了。陛下已命瓦德西元帅统帅联军，来，我们干一杯啊！干杯！公使大人，中国总理、各国事务衙门召会各国公使馆，限我们24小时内离开北京，否则不负保护之责。怎么，要宣战了吗？我真没有想到，按照他们中国人的说法，怂人也会长出脾气。这叫什么呢？这叫耗子找猫算账作死。冯考特少校，你的机会也来了，请你到天津迎接瓦德西元帅进京。听着，你要负责他一路上的安全。公使大人，你也应该离开这里，
我想义和团早早晚晚会找我们算账的。要找我算账？不不，我要到总理衙门去抗议，哈哈，不接受他们的无理驱逐。我们最好要把事态闹大，而且越大越好。他们算个什么东西？军爷，从德国使馆出来的，杀中国人的就是他们。把家伙准备好。妈的，狗儿站住！这是德国公使大人的轿子。什么公使狗使？让他滚回去。上面有令，不准洋人胡行，否则没命。快叫他们闪开！他叫你们闪开！娘的，我让你狗儿的滚回去！来！哎呀！怎么着，狗儿的想开枪？放！王爷，禀告王爷，快说说，宝初爷怎么说的？宝初爷让奴才告诉王爷，说董子君的恩海开枪杀了德国公使克林德，局势更加紧张，有可能正式宣战呐。啊？什么？正式宣战？有行，奴才在。快去大门看看。这个。老太太不是吩咐过吗？这兵荒马乱的，不要随便开门，把门关上。是。王爷，不得了了！五国的洋人派出200多人马队，杀进北京来了，到处横冲直撞。啊！别嚷，别让老太太听见。哎，你瞎咋呼什么呀？有话小声点说。哎，王爷。小哲子。又怎么了？来，有话到跟前来，学舌。这，回侧附近，小的到京城的德国洋行买洋钉子，跟着又去广渠门外学么打盹的泥瓦匠，谁成想刚好撞上冲进东面门的洋人马队，这些毛子兵黄头发蓝眼睛，连放枪带嗷嗷的，像炸了窝的羊羔子。一个劲儿的乱撞。小哲子，快点学舌，照直理说。没了。
牛翔。奴才在。西尔奇那儿避难的宅子修整的怎么样了？张大总管张罗着呢。张文志呢？叫净室房传到颐和园给太后唱戏去了。太后说呀，宫里的奴才没有张大总管那条好嗓子。哼，这位老佛爷把洋人闹腾进来了，自己倒上颐和园躲清静去了。咱能跟他比吗？洋人打进城来动不了他一根毫毛，可咱能上哪儿搬兵去啊？快去想法把张文志找回来，尽早把避难的宅子修整好。奴才遵命。等等，哥娘，我想张文志就不要叫了，这避难的宅子嘛也暂时不要修了。怎么这洋人说话就打进来了？咱不趁早给自己找个退路，等着挨洋人的劫持啊？哥娘您别生气，我是想迁动王府要有太后的旨意，眼下咱是动弹不得呀。太后太后，你就知道个太后，你这个堂堂的纯亲王让他给吓破了胆，真够窝囊的。你呀犯不着这么担惊受怕的，咱在西尔奇修宅子没惊动任何人，他不会知道。不，额娘，我看他已经听到风声了，他把张文志叫了去，绝不是为听戏，恐怕是找咱们的麻烦呢。我说这句的板眼怎么错了？奴才该死，奴才这两天上火了，这破嗓子有点不跟劲儿。怎么上火了？八成是替你主子张罗西尔奇的宅子累的吧。请老佛爷恕罪。甭害怕，没你的罪过，你是替主子行事儿，这事儿怪不得你。老佛爷圣命，不过这修宅子的事儿确实不关王爷的事儿。闭嘴。我是这事儿用不着你说，是谁的主意我心里有数。小李子，奴才在。把纯王爷给我请来。这额娘请留步。额娘，额娘，您这儿要去哪儿啊？去西尔奇呀，我要亲自操办修宅子的事儿。啊，额娘，您还是不去的好。这事儿你们别管，你们怕他，我不怕他，看他能把我怎么样。哎，啊，额娘，额娘，额娘，还是求您了。你起来，额娘有话说。额娘知道你的处境，
你头上戴着世袭亲王的铁帽子，时时处处要提防他。他把我老大过继过继当皇上，可又想给废了，把老七给别人当儿子，可又没完没了的换主。可我怕他什么？为了修避难的宅子，他还能把我们娘们家吃喽？额娘，圣旨到。圣旨下，臣载沣接旨。太后上谕，醇亲王载沣自命儿携带私建府宅的蓝图式样，速到颐和园面驾降臣以奏，钦此。王爷，接旨吧。啊，臣载沣接旨谢恩。张安达，奴才张兰德叩见侧福晋。奴才张兰德叩请侧福晋吉祥。不敢当，这宅院是我让修的，一没蓝图，二没式样，全在我心里头装着，与五爷无关，还是由我陪你去吧。额娘，既然太后召我觐见，还是我去吧。哎，张公公，咱们走吧。奴才谢恩。等等，我说王爷，是不是打发个人陪人家张公公到西二旗看看，也好亮亮眼珠子，省得人家见了主子满嘴跑舌头，往上拱火苗子。奴才不敢。王爷，走吧。七姑娘，老福晋，让下边给我套上轿子车，我要到颐和园串串亲戚。